是我的沉默，也许我慌了，你才会好过。这样的离别，从此往事只属于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要很久去找回平静，一张一张的删掉合影，逃离梦境，让自己清醒。如果公平，就不是爱情。所以说，一个人我们一个人记得，只是一种选择。是不是一个人舍得，一个人放过，会好过纠缠后的落寞？就当看一场烟火，终会降落，不用被不甘心淹没。如果说一个人忘了，一个人记得，也算真的爱过。让我们一个人舍得，一个人放过，总好过两个人的折磨。放过你是放过我，画个终点就承认错过。舍得一个人。